你好，那个我们来看看今天2018年啊7月3号今天晚上 YouTube 啊公开的539号码啊8点以后打开 A 组牌全车一支，听清楚，全车一支19，全车一支19啊 B 组牌啊 A1 组牌全车二中一2332啊 ，B 组牌踩住七支，19第一注，0632第二注，1033第三注，2337，重复一遍。今天 A 全车一支19 ，A1 全车二中一2332，B 全车七支19，0632，1033，2337。7月3号539本钱1193 ，A 组牌全车一支是300 ，B 组牌全车一支600 ，A1 全车两二中一600 ，B 组牌全车七支293元。各位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，你永远记住啊，我不是一支就该，昨天一支中一支那是幸运的、我们今天就必须要用三支不同的号码。两只是一样的，三只不一样的，本来昨天是两只是一样的，都中，没有这么幸运的每天中奖了，我们今天用三只，大家给自己一个这个空间，不管签什么，就是要中奖。